吴永胜犯规，大 B 跟新特利，那大 B 要冷静了。其实，在外线投射也没有太多的信心。吴永胜犯规，哦，哇哇，两个人杠上了，大 B 跟新特利，那大 B 要冷静了。你前面是先给了永胜的犯规了，哇，我觉得这个球可能要给新特利一个技术犯规啊，因为大 B 后续并没有太多的动作，反而是新特利去用球顶了大 B 这个动作才引发后续的，那就要看裁判怎么去做判决了。因为已经死球了，对，而且大 B 也没有很明显的挑衅，他原本就是要站在协防的位置上，所以大家可能比较争议的点是为什么违反运动精神之后可以取消，那主要我觉得按照规则的流程来讲是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并没有给新特利一个技术犯规，